等他回到家。跑！所有的鞋子都整齐地摆在门口，人却不见了。他特别奇怪，难道是光着脚逃跑的？一个人光着脚能跑多远呢？他去到海的里面头找呀找呀。승객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인천다운역에터미널에오신걸환영합니다두려워신난거가래안해요이사람뭔데우리용서해뉴스나온거아니야이제우리가운이주는집가야지